看这是谁家的鸭子跑出来了。在高雄有一处社区，突然窜进了一只鸭子，在中庭游荡，而且呢还飞到了住家二楼阳台，民众抛网寻找主人，意外的引发网友热议。一阵骚动，社区有稀客，是只鸭子还飞上天，快速飞到对面人家遮雨棚上，又在社区中庭逛大街，走来走去，感觉鸭子也很想问这里是哪里呀？蛮新奇的，应该我们在想说是不是后面养的飞来这里，就出来看，想说奇怪怎么有一只鸭。当天开门，赫然发现门口有鸭，身旁没同伴，也没人看过，推测是迷路。社区住户抛网帮鸭子找主人，却意外歪楼，碰上天冷，大家狂喊红面翻鸭进补刚好。底下网友接着留言，要去准备锅子姜和佐料，扮起柯南，搞笑推测是从姜母鸭店跑出来的。有人都说要拿来进补什么的。附近有姜母鸭的店，有养运送鸭子的过程中。他会好奇啊，小朋友他会啊。住户本想收养鸭子，却再度启程，打哪来实在无法查起。短暂访客只盼外头闯荡完，赶快回到主人身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